本身属猴、属鸡、属狗的是犯本命的太岁，所以你很多事情一定要小心翼翼。为什么呢？你可能动笔折旧，动口伤人，口舌是非多。你要学习多赞美别人，多馈赠小礼物给别人，时常的喷香水，让自己气场更好，才会有好口气、好运气、好人气。